前老公袁巴元被曝在新加坡欠下巨额赌债。据悉，袁巴元早在和张雨绮闪婚时就被爆出过欠债的消息，还被曝学历造假，外包装明明是个高学历的成功商人，实际上却是个欠钱不还的主。时隔一年，又被爆出新添巨额赌债。一位知情人士爆料称，袁巴元拖欠服装公司员工工资和工程款400余万元。还有一个名为袁巴元债权人交流群的群聊天记录截图为证，聊天里还说要张雨绮替夫还债。旧账未结又添新账，袁巴元嘴上声称公司没钱还债，却乘坐私人飞机去往新加坡赌博，更是欠下200万新币的赌债，折合人民币接近1000万元。而赌场方面的律师事务所也出具了相关的欠款追讨律师函，要求其在5月31日前必须偿还赌债。对于该报道，张雨绮老公袁巴元发声明否认欠赌债和所谓工程欠款，文中说道：文章内容前后矛盾，颠倒是非，所述内容全部不属实。我司及袁先生没有所谓工程欠款和赌债，请责任人及传播网站迅速撤销相关文章，停止侵害我方名誉权的行为。我司及袁先生本人亦保留追究责任方一切法律责任的权利。正在拍摄青春热血校园剧《甜蜜暴击》的鹿晗，也是被八卦的宝宝给甩出了各种路透照，穿着蓝色外套迎面走来的我们鹿哥哥也是各种青春阳光。不过小哥哥，你这迷之手势是什么意思呀？笨狼真的是没有看懂呢。而之后换上红色 T 恤的他，站姿也是格外乖巧可爱，还有这穿着浅色外套单肩背包走路带风的酷拽模样，笨狼真的是超级期待我们的明天学长了。不过帅气的鹿哥哥在拍戏时一听到女友粉们的尖叫夸赞，就秒变害羞的小鹿宝。